第一天做一二二三。今天是12月13号，是我们有九寨沟的第二天。我的随身摄影师阿贵今天要带我们，应该是先上牟尼沟。今天要丰富的早餐，又是兰巴万啊！那天的，昨天那个这么粗的玉米在这边，那当然了，肯定要。这边还有酸奶。住第一晚自选假日饭店，它在大陆是个集团。所以是保健药，所以他们就会一上来哈，我要水，自己烧开水，有没有？有，烧热开水，所以我们一整天都有温开水，就是很接近的。对啊，中午也可以去那个餐厅拿热水。可能离你的住的距离比较远，所以这个酒店在算是在三环路以内，还是城区里面啊，所以的话呢它的地理位置要便利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三环路，三环路
成都的市中心，它是以天府广场为中心点，然后画了一环、二环、三环。那我们还有老城高速，还有这个五环，还有五环正在修建，还没有修建成功，以后五环。那我们的每一个圈里面，每一个圈里面，三环以内，是成都的主城区，主城区。三环以外呢，就是一个政府国家的主导，因为它就是只要不要让民众就是觉得怎么怎么样就好，就为了安抚民众了所报的一个数字，因为数字报的再多也是一个数字而已，也不能再挽回。哦，郭台铭，很大哈，这里据说有十几万的员工都在这里。这里就叫郫县，它选厂建址的地方就叫郫县哈。郭台铭是我学长。是。那个计程车。B08就是 B 区第八号楼，这样很大的。待会儿过了一个隧道之后，这个隧道一过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泊。这个隧道有4000多米，不用拍了，大哥，你开过去有海，看海就行了。我们这里就只有湖泊，所以我们就把高山上的湖泊呢，少数民族呢称之为是海子，大海的儿子。所以我们后面给大家介绍的什么什么海子，就是什么什么湖泊的意思。这也是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个生活在大山里面的人，他们对大海的无限的向往。因为确实是我们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海。那由于四川不临海，所以我们四川这个地方是没有台风的，没有台风的。沿海城市。那当然我们这个喜欢海到什么程度哈，四川人只要有到节假日期间呢，他们就是有稍微长一点的假就去海边度假，就稍微中产一点的家庭，不说全部了，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会去旅游，出门旅游，到旅游台湾宝岛了，就比较受欢迎，比较受欢迎。当然最近这一年呢有一点限制哈，因为小英的关系哈，之前其实我们批准不给批准，不给批字儿，所以还压着。我相信只要政策一打开以后，这个叫秀，到时候钱一定要去，就是要自己要享乐一下，然后去冒险有很多那种枪竹寨子，然后还有冒险冬季最火热的九顶山滑雪场滑雪，然后有什么少见，存在过三种。
大禹，大禹治水。咱们两个儿子的。几十米那儿吧，几多？
大榆树下哦，赶紧看一下啊！右边，右边，右边，汶川县城到了。所以啦。大雨。回来，我们还要经过这个地方。大雨。搭便车，搭便车了，真的、啊。喀斯特地形里面都搞不好还有洞穴，你看这个炙热米饭，我不会吃，你不知道可以啦，明仔载暗时来跟前。地震也不说应修地震，因为这里它那个村子隶属于汶川县，所以叫汶川县地震。它地震所伤亡幅员的面积也很广，不仅是四川省，还有甘肃省、陕西省，我们的邻居省份。
很多的村庄第四区都受到了面积很大，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在北川有一个小男孩，他只有四岁多，五岁不到。他当时救援起来的时候呢，对所有的官兵呢做了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他的名字叫郎真。结果大家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但是呢记住了他叫敬礼男孩，又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敬礼男孩。而当时这个敬礼男孩乘坐的车就是我们师傅开的，他是邛崃一个成都邛崃县一个农民家养的一头猪，当时已经300多斤的大肥猪了，体重已经很重了，300多斤了。但是呢今天地震以后呢，主人家所以当时这个媒体它起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当然这个报喜不报忧，这个时候的这个喜还是会有对民众会有很大的一个好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中国政府它要主导这个媒体。所以中国是其实是比较主权主义啦，比较这个官方主义一点点，它的这个新闻不会每一件都那么真实，所以有的新闻一则包括你们在外面有听说过的什么冬虫夏草了，有听过吧？这称之为藏药产业。人工种植的这些药材呢，主要是供给了这些药业商。在四川有非常知名的康宏药业、地药集团、恩威集团等大型的药业集团公司，专门在做，在整个中国境内都是属于稍微要稍微少一点点，有一种醇香味，因为毕竟它是放养的饲草的，放养的饲草的，而且这里的这个，尤其是夏季的时候，草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在红原若尔盖那是什么地方？在哪？中国的第二大草原区域，第三大草原区域，因为中国第一大草原区域在哪？在内蒙，内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你别看这个第二大、第三大，这个草原有多大呢？覆盖了两个县，我们的两个县就很大了。阿坝这的两个县，要从早上开车开到晚上，都是草原。开一整天。上其实有很多名人都属于是羌族人，大禹，为什么有大禹塑像？大禹是羌族人，然后还有炎帝，炎黄子孙，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的后代，炎帝是羌族人，姜维、姜子牙是羌族人。有经过那个大禹那个雕像吗？那里有有啊，对，县城那里在汶川，那个汶川县城那里，对啊，汶川县有一个大禹雕像，有一个大禹，回来再讲，对，回来再讲。来的时候他们有的朋友看到了，都睡着了，对，都睡着了，回来的时候可以再看一遍那个大禹塑像，大禹的那个对。整个全县有10万人，但县城没有那么多，县城可能就1-2万吧。现在都在这个路边，对，在开店。那其实在山上的路，种的东西都很少。那时候9个碗就是最高等级了，9吨。咋的？这是9道碗。9道碗。9大碗，就刚那里嘛。对对对。我们回来可以了，就是吃。会咸蛋啊？对对对，可以吗？哎。9大碗，不要老是在国际吃。对啊。国际都很不好。对，这边有一个9大碗啊。就跟他讲说，到时候我们回来，有没有后面的有一个9大碗？有，这里也可以让我们团队签单的，对吧？我们在这里吃还比较好。满汉全席的那个3套碗，我们台湾是青蛙假青蛙，青蛙假青蛙边际。哎呀呀，假青蛙得被蛙边际。那前面7碗还是要钱就对了。
小姐太好了。对啊，我们在这里吃啊，对吧？对啊。你长期在那边工作，你怎么吃啊？国际的餐餐。车窗的左右两边，这个是当时山西对口原件冒险，因为我们是一个地方原件一个地方哈、啊，广州对口原件汶川，山西原件冒险，啊、原件的这个啊，这个所有的建筑基本他们修的，而且他们的这个路政设施也做得很好。旁边的那个灯哈、啊，就有点像那个羌族的羌字儿啊，羌字怎么写呢？啊，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儿，放羊的羊，而俗称羌啊，是这个。灯也是做的这个羊的标志，啊，看也是他们羌族的一个图腾啊。他们很多建筑是以白色为主哈，就是白色就是纯白色。白布鲁克，天鹅。白石枪战。哎，往左边看。不乱。啊，这一点要提醒大家。上说断。嗯。没说下。下来下去。上去十块，下来十块。嗯，所以有的时候就懒得跟他扯了，反正就拍一次照片，一个人上去坐上去，啊、拍一次照片多少钱？啊、一个人多少钱？两个人多少钱？跟他讲好价钱就可以了。一般来讲就是十块，而且也不会低于十块，啊、最低价已经就是十块了，因为他们那个村好像就是村子大家头，所以他就是先他的政策就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再让这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另外一部分人再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大山里面，想要走出去就更难了，啊，就更难了啊。尤其像九寨沟有一句话哈，啊，这个顺口溜到了九寨沟我就不敢讲了啊。九寨沟以前叫南平县，啊，南平县。嗯，因为九寨沟最早四川最早开发旅游，所以那个八九十年代有些比较有人喜欢带东西的，像我们喜欢带一些休闲的，比如说宁愿带块表也不要带这个，觉得好像这个很土。那实际上少数民族他就这样一串一串的把它带起来，带手上的、脖子上的，然后那个身上的，它实际上不是为了好看，它是为了身体健康，去除湿气。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的地方是因地制宜啊，因地制宜。
那他们呢头痛的话，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女人没有坐好月子嘛，也会头痛。第二个就是医疗，所以就好像很多人说，那好像高原反应呢，就一定去依赖医院。高原上治疗就自己尽量的尽，因为我们的医院每个医院都相隔的是很远的，啊，相隔的是很远的。如果是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会直接让客人坐车到成都，到大的城市。才有办法进行解决小的问题，可能那些医院可以有办法，然后稍微大一点问题就直接要拿出去，包括他们本地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医疗设施它并没有那么的先进啊，并没有那么的先进。那像像很多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去很多地方有没有看过那种那个鹰的那个镯子啊，鹰的镯子。那我们这边很多人拿那个鹰的镯子可以干嘛呢？可以用来刮痧啊，可以用来刮痧。太远了，如果你等你吃到感冒药再去弄的话就不行了。但是呢，它对于这个银子有一定的要求，因为银子有925厘嘛，必须要是4:9的它才能够刮得出来。一般的那个银子太硬，它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必须要软，越硬度那个应该说是它的越高的质量越好的，它的硬度就相对来说比较柔软度。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在台湾没有，他们有一些人是反对西医的思想，在那边人大部分还是接触的那个赤脚医生，有的啊，有的就是那种小型的医院啊，因为这里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以后呢会什么服务？这个叫红富士，这个叫红富士。大哥，来尝一下这个嘛，喝它。啊，有尝过了，谢谢。哎，糖炒栗子啊。等一下，我来给你做。哦，你帮我拍到，眼睛是闭着的，好不好？等一下，你牺牲，我来给你做。不会啦。叫那个嘛，叫那个弟弟妹妹他们来。好。还有谁？哎，这大哥人不错哦，来这边哦，帮你做个生意。啊，好的，因为拍拍你啊。谢谢。哇，那你做够本了呢，哦，做很久呢。弟妹妹做他了的。好。它比较稀有，是白色，一般都是黑的。哦，对耶。对啊，所以他刚刚讲了20几万嘛，一起搞要20万。我看到。哎，你们有请。
可以来录一下。我们的车在那儿。水果啊，什么蓝莓干啊，荔枝啊，有。蝶溪海子有拍哈，白牦牛。白牦牛的地方就是蝶溪海子哈。不要，我们行程第八天结束以后，哎，每一个景点好像没有走，那小英只能告诉你说，你怎么蝶溪也有很多很多个海子，所以你不要看什么海什么海什么什么海。你到了九寨沟，如果有一个海子没有看到，此次行程你就白来九寨沟，叫做五花海。所以其他的海子，车上就有的车上就可以看看就好了，因为实在是雷同，就是湖泊大海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所有的海子当中，五花海是最为漂亮的。它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阳光越艳丽，阳光越好，它的颜色越漂亮。一般的海子呢，就只有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五花海的海子颜色多样，它有很多个颜色，那个树木呢倒在下面，然后呢也成了一道风景。我们的树木，是因为九寨沟它是砍树才发现的一个景点，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里是一个伐林场，九寨沟是一个伐林场，它有很多的参天古木。然后这个伐林场的话呢，到这个70年代的时候，遇到了这个他的生命中的贵人，中国有名的林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吴中伦，他要到这里来检查这里的林业情况。当时呢，他检查的时候啊，他被这里的景色惊呆了，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啊，这个树木啊倒在那个水下面10几米、20几米深的水下面，那个树木的纹路还能够清晰可见，可以想象那个水有多么的清澈，它真的是高原的明珠，高原的钻石，高原的宝石一样的，是非常璀璨艳丽，并且透明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话呢，海子呢有108个海子，最还有一种说法呢是114个孩子，当然不管是114个还是108个，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明天是一天的时间，不可能把100多个孩子都能看得到湖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但是能够看到的就是最漂亮的呢，是一个这个我们的五花海，五颜六色的五花朵的花，海洋的海。这个孩子的湖面积最大，水的颜色最为艳丽啊，然后呢给游客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同时呢有很多的这个帅哥美女。当五花海也是我们的婚恋拍摄基地，就是来九寨沟，你不用看行程单，小英给你介绍的最漂亮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去看，就遗憾了。那九寨沟呢最漂亮的瀑布啊，行程单也是没有标明的，最漂亮的瀑布，如果小英手机上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个观音瀑布的一个照片。这个是为什么叫珍珠滩呢？它就是因为它拍摄的时候
它的水那个水珠哈，它的瀑布呢会散出颗颗水花。那它的水花呢，地方在大陆，有看过，大陆是很多人都有看过那个《西游记》，因为我们这边从小时候，我们80年代一直放那个电视连续放到现在20-30年了还在放，那个场景都在那个地方拍摄的，取景拍摄的。然后所以那个瀑布的话呢，是给游客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很重要的，或者是很感觉很雷同的，我们就一笔带过的啊，这样的一种游览方式。那明天到九寨沟游览呢，不是由我的就是这个全程给你们做讲解的哈。明天的话呢，我们到九寨沟游览，首先我们这台车只负责把我们送到停车场，景区停车场。到了景区停车场之后，我们要步行15分钟左右，二十五分钟左右就到那个景区门口，到了景区门口之后，大家呢找一个地方呢，要抽烟的赶紧去抽烟，因为九寨沟三个大字以外是允许抽烟的啊。然后呢要上洗手间的啊，赶紧去上洗手间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我取票呢是看到景区的那个观光车啊，它是景区观光车呢，它呢是城市的公交车的运营方式，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有坐就坐着，没有坐就站着。当然呢，我们冬季人少，应该是这方面应该不太存在太大的问题。只要大家要紧跟着我们一个团队走就可以了。所以过了验票口，大家就要走到一起，或者在验票之前，我们就一起进入验票区，然后一起进去，中途不要折断啊。然后一起呢上同一台车。那上车以后呢，就不是由小英给大家做讲解了，我就会跟大家一样啊，像游客一样哈，坐在某一个座位上。而我们的观光车上的这个位置，有可能就会有一个讲解员。他会给你们介绍哈，景点左边是什么海，右边是什么海，左边什么瀑布，右边什么瀑布，他会给你们做介绍。那如果这里没有工作人员的话呢，他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电视机一样的东西啊，这个车的前方像电子导游一样，它是随机进行播放，到什么点呢，它就会语音进行播报，并且从这个点到下一个点啊，怎么样走，它都会有一些介绍。所以我们的话呢，就是明天在车上我是不讲解了，但是大家一旦下车以后，我就可以给你们做讲解了。下车以后呢，我们会找一个地方集合起来，我们已经到某一个景点了，我会告诉大家，然后这个景点的洗手间在哪里，最低的地方可以先睡一会儿，待会儿海拔高的地方我们就不要沉睡了。我简单说一下牟尼沟的景点游览路线，原路去，原路回，一条道去，一条道回。看到瀑布，拍完瀑布，只在瀑布的正面拍照，不要走到瀑布旁边的栈道上面去。因为你设想一下，一个瀑布90米高的话，如果是90米，实际上没有了，它是广告的，然后它相当于现在楼层当中的20多层楼房那么高，那它的话呢，你站在楼房的身上，你根本没有办法拍到楼房。所以你必须要在楼房的正面，并且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拍到照片，对吗？乐山大佛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乐山大佛是坐船观大佛？因为只有身间的旁边有一个吸烟室，卫生间的旁边有一个吸烟室。到时候呢，有吸烟的朋友，一定要到卫生间旁边的有一个标吸烟室三个字的地方，在里面去吸烟。这个区域是专门提供给红景天都喝过了吧？第二次喝红景天的，该喝的要喝哦。因为我们马上下午到的这个牟尼沟海拔呢比较高，三千多，所以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那个时候你要该加服的要加服，有的比如说感觉不舒服了要喝的，赶紧喝啊。放一个讲述那个飞机的，给四川航空公司写的一首歌，叫做《向往声音》，也是由藏区的歌手唱的，容中尔贾老师唱的一首歌《向往声音》。大家欣赏一下，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下。
水管就自己，这样，放出来之后自己。
好牛不挡路。这些应该都是所谓藏人的墓。
个顶峰，从雪山上上。加嘎，加嘎。看眼睛要换钱。嘿，换钱。养鸭。会吗？有一点。不会啦。好啊，可能你要的话，我去哪儿？
来来拍拍。获得奖金，请拨打电话0837-7247-123。好。拨打。奖金100至500元不等。315什么叫佛山寺？对啊，藏这里是藏传佛教，然后它展开，然后叫藏传，就是佛山瀑布，海拔3159。可以可以。来。我带着你。真的假的？真的真。点打卡瀑布在上面，感觉这个冰好像放上去了啊、哦！早上放一块冰，然后融到现在。然后好冷，然后我跑到那边去拍一张才对。Thank you.
不起啊。都结冰了。日夜温差一定很大。不会像现在坐飞机哈、啊、一下就到了，或者是坐汽车哈、啊，虽然是一天啊，可能到哪一两天就到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一两天、两三天，一个星期啊，这个能够解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文昌长安城，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出发，啊，然后等到它，然后呢，我们的大昭寺就是松赞干布呢亲自为它建起来的。那由于呢，这个文尊公主啊，到了藏区之后啊。他呢有着大唐的智慧，有汉区人的这个聪明才干哈，于是把汉区的一些比较特色的好的一些东西啊，面块、血肠啊，都是比较比较肉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啊，会造成有几个特点哈，会造成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会让人长胖，而且呢非常油腻，又非常容易上火啊，非常容易上火。又没有维生素，为什么呢？因为高原上呢生长的水果非常少，现在很多水果都从外面运进来，有的海拔高一点的地方，所以的话呢，没有办法有水果。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把大唐的一种好的习惯叫做喝茶啊，传入到了民间啊，所以呢，这个当时的话呢，他的这种方式最开始是就是跟我们的乐山大佛的历史是同一个时期的，唐朝1000多年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藏民呢，他就把那个茶水和酥油啊，然后呢，糌粑，然后和在一起啊，做成一杯香香的香喷喷的这个酥油茶了。那所以我们当时文成公主呢，过去干了很多的实事和好事，那把茶这种方式传入到民间，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所以藏族的百姓呢是非常爱戴他的，那所以从古至今呢就有很多种就把他像神一样的供奉他。那所以当时在我们文成公主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有他的一些祠庙。他走到青海的时候，当时他从这个长安城到拉萨已经走到这个17、18了啊，还没见到自己老公了。所以呢当时呢他就很伤心很伤心，回头也不是，去也不是，但是他很伤心。那他很伤心呢，于是那条河呢改变了流的方向，那条河呢随之后来就往西流了，上面流下来所以呢那条河叫做道淌河道淌河。那他经过的一座山呢叫日月山，然后呢是这个藏民呢就给他在里面呢修了一间寺庙，把他那边像菩萨一样的供着，像白度母、绿度母一样的供着。我们汉区的这个佛教呢叫这个菩萨咱们这个藏传佛教呢叫白度母、绿度母所以他的话呢就政治那个宗教地位也好，这个民众心中的地位呢一直很高。所以待会儿的话呢，我们去的这个文成公主去看的这个塑像，也是藏区人的一个奉奉他这样的一个雕像我们呢可以去拍照。待会儿呢我看了一下哈，我们团队的夫妻也是蛮多的还刚好很巧哈，有一对新婚夫妇到我们九寨沟来做客哈，那你们可以模仿一下我们这个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恩爱的场景哈。那我们的文成公主待会儿的动作呢是负责拍手的，我们的松赞干布呢是负责把手呢搭在老婆的肩上，然后手一挥展望未来的就希望你们的明天越来越好的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拍照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模仿一下这样复制一下他们的动作感受一下然后呢拍完这个照片之后呢再拍拍古城墙我们就回到车上了
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车窗的左右两边这些寨子的周围是不是插着彩色的旗子，对吧？对，这些就是藏族村寨了。藏族村寨，嗯，在藏族村寨的周围是没有坟墓的，但是呢，回族的村寨其实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已经过了那些村寨的周围呢，其实都有一些坟墓，因为回族人是允许土葬的，藏族呢是不土葬的、oh. 啊，藏族呢，嗯，它是五大葬法，土葬的很少哈，天葬、oh. 啊，水葬啊，火葬，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土葬。那还有塔葬，这五种葬法的话呢，源于他们信奉了一种宗教，叫做藏传佛教。啊，藏传佛教呢，它呢有很多个教派，啊，黄教，啊，黑教，花教，啊，然后呢，啊，这个白教。那其中还有一个本多教，其中九寨沟呢信奉的就是啊本多教，本多教呢就是最原始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教派。那不管是哪一个教派呢，他们都信奉佛教当中所讲的啊因果关系、六道轮回。像对面那个就是了嘛，哈。墓啊。对面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一节看不到墓，这一节基本上看不到墓。松潘王啊，对，对面那个是。应该是吧，是回教的嘛。对对对，过节了他们。因为其实两边都有。过节的时候他们去的，对，那个是前面压的那个是前指，那个是回族的，因为这里是回族的藏族都有。这一带回族和藏族都有啊。我也沿途都有看到，他就用那种石块这样堆积堆积。藏族的话，他们是信奉那个藏传佛教的，所以呢，在藏区做客，回去做客，大家可能台湾也有回族吧，有回族人就是不吃猪肉而已。所以待会儿我们下车的时候停车场边上，然后呢，我们去呢这个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啊、风俗习惯就可以了啊，主要他们信仰的是这个藏传佛教。那藏传佛教的话呢，它是讲究因果轮回的，啊，就是说前世因，今世果，今世因，来世果，啊，讲究因果轮回，说，每一个人呢，如果生前呢做好事、做善事，啊，就会到上三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进行轮回，啊，做恶事呢就下三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进行轮回，这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所以呢，这个他们的寺庙哈越修越大。啊，然后他们的寺庙越来越金碧辉煌，所以呢，他们藏区的任何一个寺庙，其实去的任何一个寺庙，其实都比我们汉区的寺庙呢都要漂亮啊，都要漂亮。但是呢，它都是不对游客进行开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很多游客呢，就是啊，跟他们不是同一个啊宗教的，而且他们呢，就是如果接待方面呢，各方面比较复杂，而且他们的这个寺庙里面。人这边就有很多羊了啊，这边的羊都是高山短尾羊，尾巴很短哈，小腿肌肉很足的。左边这个就是哈，这边有灰足的。因为回族跟汉族一样，他都信奉那个入土为安。寺庙的佛像不能够拍照，寺庙的佛像是不允许拍摄的。草让它吃。右手边啊，这边就是我们的松潘城。俯瞰松潘城的地方就要到了。对，这个城蛮大的。待会我中间的那个城门那个地方，咱们就会在城门那边去拍个照片。这边有很多的羊。
牛羊。牛羊。羊现在在跑步，你们可以赶紧看一下。跑步一样，很年轻哦。他们是募兵制，不是征兵。他们当兵有钱啊，很有钱。对啊。你在北疆，你在北疆那里当兵啊，守边防，一个月都3000多，人民币。我这样整个景都可以拍下去。哇，很好看，这个蘑菇哎，后面那个是什么？可以可以可以，来摆一个 pose。好。
你们看到上面？来看我镜头。这以前就跟万里长城一样，它筑很高的围墙，然后为什么这些都不见了吗？知道吗？导游有说，当地的老百姓都捡回去盖房子。这又是哪一家旅游？包装的蛮漂亮的，跟你看城门还有士兵哦。来，我们来看士兵。说真的，打电话给习近平，这个人守了三四百年了。哦，可能哦，一千多年还守在这边，比我们替五五公善的阿勇更加久。上场才会叫他那个四颗在一个月亮，小英。啊，那个是清真寺。好的，是清真。回教。啊，他的代表是，他的意义。回族伊斯兰教。阿拉。他的代表，对，阿拉真实。上面就看这样，只是数量大，对，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他是说拽子吧？上面还有一座庙，上面。你们两个合拍的话是用自拍棒拍的？是啊，是啊，那当然，速度要快。小小英，他们绑那个就是祈福的作用吧？对，祈福。这边是藏族多吗？藏这边开始藏族多了，维族少了，没有维族。到过了开普市以后就成藏族。维族跟藏族的交界地带是藏族产业，只有藏族有维族，他们都在这一块。到了黄龙下面的一个景点，叫做摩尼沟，它是黄龙和摩尼沟是同属于黄龙管理局的一个单位的，同一个单位的景点哈，都属于松潘县的。没有看到右手边那个广告牌。对了，没有看上面那个。没有看到黄龙，看看广告牌哈。啊，那个人是谁？以后有机会再来。右手边上面那个叫元宝山，它长得像那个元宝一样的。
那山顶上呢有一个那个石碑哈，那个石碑的话呢是共产党的红色教育景点的啊，叫红军长征纪念碑。有一次导游啊带了一个日本团哈，然后日本的客人哈就感兴趣，就问一下哈，这导游请问一下那个景点是什么哈，那个小伙子是谁哈，那上面怎么雕了一个人。结果呢那个导游说，你们别小看这个小伙子，就是这个小伙子把你们日本鬼子赶出去的。他就是一个红军的代表了，他没有具体指谁了啊，随便雕了一个人了啊，正像平题词吧，红军长征纪念碑。为什么要在这里红军长征纪念碑，就是当时国共在打的时候，他们有做那个长征25000里嘛，长征25000里，过雪山过草地，有听过当时红军过雪山过草地最艰苦的时候就在阿坝州，我们阿坝州所过的雪山呢，海拔3000米以上的有十几座这样的雪山，然后过了那个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和草地，就是在我们四川境内的，所以四川的这个红色景点呢是最很多的啊，算是很多的，从贵州啊赤水一带往上走啊，就是四川境内的红色景点啊，都有沿途有带风景的，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景点啊。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川祖寺啊，这里是一个川祖寺镇啊，川祖寺镇是属于松潘县所管辖的，所以叫松潘县川祖寺镇。那这个川祖寺镇的话呢，就是为了纪念一个人，叫做川祖啊，川祖呢四川的主人李冰啊，他修建了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啊。右手边可以看看广告牌，我们这里产什么哈，上药材啊，冬虫夏草啦啊，红花啦啊，这个天麻啊，贝母啦，它就有一些广告牌，当地的产什么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松贝对，松贝啊，松潘县最有名的是他们的松贝啊，松这个治咳嗽的松潘县的贝母简称松贝啊，是以这样来取的名字。所以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话呢，由于有旅游的开发，所以就会有一些旅游特产的广告啊，还有一些旅游特色的这个街道，但是街道这个季节是没有开放的哈。然后呢有一些修了很多的宾馆啊，以后呢这个地方将会越来越发达哈，因为这个地方将会是我们成都到兰州如果有一个站子停靠在这里的话，这个就是川祖寺站啊，川祖寺站，也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今天咱们坐车花了6个小时，辛苦大家了啊，5年以后，5、6年以后，4、5年以后呢，咱们只需要花2个多小时就到了。越好，比如说我们这个成都到康定啊，现在是这个山路非常麻烦，要走1天多的时间哈，以后呢几个小时就搞定了，有高速路的话呢1天以内就搞定了，也是很舒服的。左手边这里一个桥，就是展现少数民族特色的一个桥，叫做天珠桥，因为它有着天珠的形状啊，然后呢是绿松石的这个底色啊，然后呢这个叫天珠桥，按照民族风格来修建的。右手边呢有他们的这个清真寺哈，我们看到的新月标志的这个地方就是清真寺，所以这咱们川祖寺这个地方是一个藏族和回族相交接的一个地方，就既有藏族人又有回族人的一个地方。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广告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餐厅啊都在这边。标的最多的特产啊，就是那个冬虫夏草、藏红花这些特产啊，还有那个天麻、松贝是标的最多的。但是呢，这个特产的话呢，它也有品质好坏的啊，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要提醒一下，我们明天就进景区了哈。小英要告诉大家，景区里面的东西小英是从来不会去买的，很少有去买的啊，因为景区门店费比较高，包括我们后面有去那个宽窄巷子啊，锦里里面的东西的话呢都比外面要贵几倍，因为人家的门店费比较高，所以的话呢会租金比较高，所以的话它的这个东西在中国呢最大的薰衣草基地哈，就是在新疆的伊犁新疆的伊犁的薰衣草是整个中国最大的一个薰衣草种植基地了哈
那边的话有很多关于薰衣草的一些产品呢、因为薰衣草它可以用来提香、做精油、做化工品、化妆品啊，做肥皂啦，或者是做这个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香水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沐浴露啦，这整片都要种就对了，手液啦什么的都可以加入这个薰衣草啊，还有就是一些香薰包啦等等。但是薰衣草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观赏价值，所以它这边比较大。然后呢，这个薰衣草的为了能够观赏，以后这个地方就要收费了，它会把外面全部围起来，在对面的山上哈修了这样的一个木栈道。那个木栈道的话呢，就是以后它成为了景区之后呢，就客人就是登上木栈道，从高空去俯拍哈，整个薰衣草园呢，去从高空俯拍了，去上面一点点的去俯拍整个紫色的薰衣草园。所以等薰衣草真正开放的时候哈，这里的游客也是很多的，因为这里呢准备是打造哈，广告上说打造中国第二大薰衣草基地，因为能够种植薰衣草的地方哈，它的要求是比较洋面哈，然后呢它的想法会不同，有一个想法他就想办法通过政府，通过这个网络各方面寻求帮助，所以他们就通过了这个科学的基因改良这个土壤科学基因改良，然后呢才成功的种植出了薰衣草。今年呢我们是第三年看到薰衣草，因为是从2015年第一年，2016年第二年，第三年，今年是2017年第三年可以看到薰衣草，所以它种植成功呢也就最近才2-3年的时间才种植成功。以后它种植成功，它就可以带动旅游，又可以制作薰衣草相关系列的产品然后呢这个又为当地人支付了因为我们这个高原上哈，你说这个特产哈有没有呢？也有，也有，但是呢不能够太单一，所以政府呢有在统一的去做。年之间哈，陆陆续续开始正式的对外进行开放了。那这个机场的话呢，在什么位置呢？前方右手边有一个岔路，往山上走哈，那个地方哈就是有我们的机场那个就是九黄机场了。九黄机场的海拔呢是3600多米，海拔呢非常非常高哈，是中国的难得的高海拔机场，和西藏拉萨的机场两边都是这个好像汽油机上去了。四川的话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你们如果回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应该这边能够搜得到。腾讯那边你们能搜到腾讯视频吗？地方哈，它都是这样的雪山所组成的。那所以的话，你看全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要到九寨沟来看水呢？因为它就是水的源头我们这一次不要睡着喽，不要睡得太沉，这里海拔比较高哈，多看风景为主。所以小英一直在陪大家聊天让你们了解我们当地的自然环境，所以你们呢尽量不要睡得太沉，以看风景为主，往车窗左右两边看。如果实在有很困的朋友，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这个时候可以喝一小口水清醒一下了喝一小块。到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寺庙这个寺庙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由藏区赫赫有名的这个一个活佛然后主持着这个寺庙。那这个央中活佛呢主持这个寺庙的话呢，它叫这个小西天嘎米寺小西天嘎米寺。小西天是汉语，嘎米呢是藏语嘎米嘎就是高兴的意思，米就是安静的意思。那这段时间应该他们在搞那个庙会过节了，做庙会。在我们的小西天嘎米寺的后面有一座山这个山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山的这边呢是没有积雪覆盖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山的另外一边呢是有积雪覆盖的每年冬天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每年冬天的时候呢会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山的背后会有很多小鸟拼尽最后一口气就在山的背后掉下去了很奇怪，都在那个地方掉下去。掉下去以后我们这边积雪一层一层覆盖了之后呢，在第二年开春的时候非常奇怪，一只小鸟的尸骨都找不到了然后科学家至今为止呢没有解开这个未解之谜。当科学家走一个人呢我们说人活着的这个世界在佛教当中叫做婆娑世界，在婆娑世界呢人就会有这个酸甜苦辣嘛，在人世间进行长寿进行感受。
然后呢，有很多这个苦难呢，来进行感受。然后呢，咱们的这个人走了以后呢，普说事件结束了之后呢，如果有做善事的人，就会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哈。车窗的左边哈，你看这边都是来朝圣的、祈福的啊，非常的多，拉着这样大的一个条幅，上面呢都是五颜六色的那个啊，这个布条。那这个布条的话，你不要叫它布条，也不要叫它旗子，那个藏区呢叫做经幡。经幡它就是经文的经啊，幡的话呢就金字旁一个传播的播的那边啊，经幡它的作用呢就是祈福的啊，也是代表他们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那这个经幡的话呢，它也是一种转经的一种方式。藏区的话呢，转经是无处不在，他们有几种转经的方式，有风转经，有手转经，有水转经。怎么样进行理解呢？咱们的经幡是通过风每吹动经文一遍啊，表示念经一遍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经幡又被称之为是风转经。老阿妈手里面摇的啊，这个叫手转经。包括明天我们到景区里面看到的就是手转经。但是我们明天在景区里面有一种转经筒的话呢，它会自动的转起来，它是通过水流的带动来转起来的，这个叫水转经。还有一种转经方式叫一些小温州的商人哈，非常厉害，就利用他们这个信仰哈，做了一种小小的工艺品，就是把那个这个做成一个太阳能的电池，有太阳能的地方它就会转，太阳光比较强它就转，太阳光比较弱它就不转，这个叫做光转经。那不管哪一种转经方式，就是体现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啊。所以到藏区做客呢，对佛和菩萨不敬的话呢，是千万不能做的。寺庙的佛像不能拍照，寺庙的门槛不能踩。那咱们呢，到汉区的这种习俗也要带入到这个藏区来。他们对这个佛教是非常非常敬重和信仰的。不管是生下来的小孩，还是七八十岁老阿妈，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啊。而且你看他们朝圣，你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可能就是一朝圣一个村子的啊，或者是几个乡的，统一的都过来，就到这边来朝圣，啊，来祈福，啊，可能他们在寺庙这边一待就是好几天。我们说这个阿坝州是这个岷江三江之源，我们有岷江沱江、嘉陵江三条江流源头，都发源于九寨沟附近。我们有这个岷山之中，岷山山脉的主峰就在我们的周围。然后呢是药材之乡有很多珍贵的特色药材都在这边。这边有很多这个药材的这个广告，还有我们的这个牦牛之地牦牛肉呢也是很美味的。但是呢提醒大家肉类是坚决不能够出境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台湾的朋友，如果你要想吃，只能在这八天当中想吃一点就买一点不能够带回台湾的，这个是过不了境、过不了关的出境出得了成都关，入不了台湾关所以的话呢，牛肉是不能买的。然后呢，这里呢也是这个歌舞的海洋，就是少数民族它是能歌善舞的。贝母它比人工的贝母价格呢贵几倍，同时它的药效呢也是非常非常好。请看一下我们的左边，岷江源头到喽！你看右边的这个水已经结冰了哈，说明这里的温度特别特别低，右边也左边右边都结冰了。这个岷江的源头，雪山融化之水和地降河所组成。有看到有看到吧？好了，下雪了，结冰了，你看左右两边都是冰了。现在已经下山了。
对，现在我们下山了，还往酒店方向走。现在海拔一直往下降的，可能有刚才有不太舒服的朋友哈，我们到越往下走会越舒服。首先今天还是要坚持喝哈，还是持续供养的。这是写什么？白牛，伊个嘎嘎佫不加酱，嘿，马那边是马，它海拔有下来的，下往下坡走。
家都住这一间。好吃。灯亮了。第二天、第三天入住的宾馆，保利新九寨宾馆，邓小平他女儿开的，你知道是谁吗？第二天的旅馆，保利新九寨宾馆，听说是邓小平女儿邓丽君开的。啊，都已经挂了。我妈今天晕车了。啊，晕车不是高山症。晚餐都没有吃。啊，那以后要准备的还要一样，叫做晕车一样。啊。哇，真的。看一下，应该逻辑上还是没有浴缸的。哇。哇，有浴缸啊！耶。耶。泡个澡，泡个澡。泡个澡，泡个澡。